더 귀엽고. 근데 얘랑 싸우는 스타일로 가족 엄마가 그가 진짜 다시 엄마 먹고 싶습니다. 牵个绳。妈妈会说啥？什么？那我一把，你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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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真的很怪人，他就是这种毛衣，棕色的毛衣。妈妈，他干嘛呀？宝贝熊的宝宝，是不是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熊猫宝宝在哪呢？看到了没有？你的布，你的什么？你工资嘛的？
好了，一个高兴了，好了，就差不多了。我一点钟下个菜，我去打菜。这里不老，那边是不会来的，不会来的。他在这边传过来的，我最丑的大部分是棕色的。他没洗澡出来，就是这样的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啊？成都的那些都是白的，有时候。人，人，人，打东北的老婆不穿裙子。什么地方的老板呢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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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亲亲一样。小熊猫是不是在睡觉？他们两个在玩，看到吗？好不好玩？要不跟你们看看吗？这里面不可以进去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熊猫的家，别人是不可以进去的。熊猫家。对，他应该下周回来了。你可以要喝吧，可以抖进去，因为抱一内抱起来有。我看那个，我们在这儿做吧。啊，你看他把它抱着了。有，宝宝也好不小心。让你们爬。甜甜啊，我也说没吃苦。我说你吧。哎
我看见跟妈妈在那在一块儿呢，我看跟妈妈在一块儿。我小巧特别小。哎，你妈妈是干嘛颜色啊？你看这个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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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？你看这个什哦，你看过，你看过蛇吗？这是杂种吗？这是我们，但是我们看过。对对对，我们是什么？我也有。哦，那个小动物侠，你用吗？我好啦。谢谢你吗？小胖子，要滚滚。又翻过来，又翻过来，好痒痒。嗯，他发现翻不过来，你赶紧把它捡。